他妈本剩下钱不？的放屁呢，我他妈没有利息，我借你呀。行吧，我给你打个欠条，姐。姐，给你机会，你要珍惜哦。康哥，完了，康哥，现在不止150了，这玩意打欠条200还没好使呢，不行吗？属于是300不行吗？姐，不能再多了。欠条的话属于是那属于是有利息的，给300不行吗？不给一脑袋包了，不是这不能给一脑袋包，给这把给300，卖花生肯定有钱，姐。姐，微信加回来吧，行吗？行，微信加回来。行，写，微信加回来，挺痛快啊，咱姐今天挺大气啊、哦，我觉得咱姐今天挺大气，一般时候都不这样，微今天信咱加姐回来吧，属于是。挺大气，大超，你先写，你不是写搁微信上写吗？这我是微信写的话，那不能让属于是微信加回来那写呀，我写完张超，甲方张超欠我，乙方木啥？直姐，欠，木直木姐，直姐300人民币，人民币，哎，打不来呀，人民币，三三百百元元整整，括弧。不，括弧打板，括弧，括弧，括弧，啥玩意儿？打括弧干啥呀？括弧是符号啊。不会打符号。括弧，括弧，请他吃饭欠的，请吃饭 欠欠的，的。好，括弧完毕。等花生，等。花花生生，卖掉卖以完后，钱，卖完以后，钱以以后后再给，再给，2022年2022年，10月22日，10月，二十二日怎么月没打呢？10月22日晚上。晚上19:56，19:56，张超，签名没？对，好，好，发过去，发吧，没加，没加我，发了，发了，没加啊，可是呢，康哥又帮墨汁姐，又帮墨汁姐可咋？大哥，你来一趟的话，属于是你坑我来了，刚刚是的，坑150，这又坑300，一黑一话没挣的话，属于是400多块钱，你坑400多块钱。刚哥，你真行，你真行啊，哥啊，是的，让你放个盐水呢，行，行，好了好了，加我了，加我了。